导同学要来教这个 B A B Wake Me Up 的 chorus 的部分，就只是主歌的部分了。那么因为这个主歌的部分还会比较洗脑一些的动作，所以还会比较简单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教大家了。第一步呢，就是他会先做一个跳的动作，就是你必须要用你左脚踏，再用你右脚踏，先左脚踏，再右脚，然后你的手呢就是画一个大圈，要再回来画一个大圈回来，所以就是动。然后你这个手回来的时候呢，它是左脚上的，所以你是这样踏踏踏踏踏踏踏 OK， 这边呢过后再回去直线，所以你整个流程它就是这样 OK， 踏踏踏踏踏 OK。 到这边部分呢，你就是要用你手挥右边回来这样子，你好像有人在你旁边，你推他这样子，所以你推他同时你的左脚就要触推转回来，你的脚触了转回来 OK， 触转 OK， 所以是等大大，然后推转 OK， 转回来过后呢，你又迅速的你的肩膀这边又推回去，让你的左脚向后，所以是叫等大等，看吗，它就是这样扫跳，这边向后，然后向后过后呢，你不用特地扫，大部分你是拉后 OK， 拉后过后你的手这样子，就是在你的眼睛的这个角度这样子过 OK， 所以你的这边的脚右脚扫跟你的手一起动，然后你的脚就是扫后面，哎，回来扫后面，左脚右脚 OK， 再一次就是蹬大大推推后面，然后扫再回来 OK， 回来这边过后呢就是蹬大，回来过后呢就是你的手要放后面，你的手放后面，让你的手放在你肚脐下面的部分拉，所以你的拉同时你的这个左脚就要合起来一点一点，大腿的部分合起来，所以你整个身体是斜的，不又回来 OK， 所以它就是这边就踏踏，然后就退后一步再回来，它是有退后一步然后再拉回来，所以还一个饼的 OK， 它拉回来之后呢，然后你就回来过后它就一个饼，就 wake me up 那边 wake me up bang， 它就 wake me up bang wake me up bang， 它就两次这样子，所以你它就是你这边，然后你下下了再上来，下了再上来，然后再下下的时候你的左脚就要拉后一点，就比较低，所以它就是咚这样咚啪，然后再来多一次咚啪。就会接下去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你要跳跳你的左啊右边的后面等，然后呢你的这个右脚向前 OK 等大，然后你的左脚踏出去，从后面踏出去，让你的手是这样子，这样它是这样等打叉再出来，出来过后呢你的左脚等等踏回来，对，左脚出了，要用左脚回来，然后你的手放在你的胸膛这里绕一圈，绕一圈 OK， 跟你的脚一起拉回来，然后再等一样的动作，就是这边扫，然后再一样的动作，这只是重复的 OK， 然后这个是我加的，这个 chorus 它是有加这个的，所以它这边第二次的时候它只有一次而已 OK， 然后就转一圈。你的这个双手跟你的脚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，好像我们先在右边，你的头朝右边上的时候，你的左脚弯蹦蹦
你的脚就是蹦吧蹦三次，三次蹦左右左，所以你走的时候就是左右左，那你的手是等大等到你的裤头这边部分，等大等，然后下来，然后你肩膀就是转一下，然后再来一次蹦，然后你的这边脚右脚呢就拉去前面会比较好转，等大等你再起来哦，然后再转，所以它整个就是等大等下转，等大等下转，每次转过后呢，你跳起来和第一个拍就是你手要向后，就是等等大等，那你的脚其实它就是用膝盖吧，就是好像你要用膝盖撞人家后面膝盖这样子啊，所以它就是等等大等，你身体就是一直线的蹦吧蹦吧，那你的手这边是90度，后面它在前面，在后面，在前面，所以它总共是三次，就是从这里蹦吧蹦，好，这边手背脚伸出去，右脚伸出去叉，然后在指前面叉，指前面，好，你的右手绕头，然后你的这边还是放在你的肚脐那边绕头，好，你的这只脚就这样子用脚尖推出去，哎，然后就是蹦吧蹦叉可以，前面绕头这样子 OK。又再来等一次，就是这边有一些不一样，就是它这边等等等，然后你继续，你的头就往右边咚哒咚蹲，还是朝着右的，然后再站起来咚哒咚蹲起来，一起来咚咚咚咚四次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chorus 部分就完了。好啦，那么我们这次 BAB Weekly Up 的 chorus 教学已经完毕啦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学的舞蹈呢，或者是现在有更新的这个 K-pop 的话，你可以在留言区提醒我，或者是更新我一下，因为我会常常就是去更新看看有什么新歌。如果你是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那么我会去看一下啦。那么我们就是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我是甘夏曼的莎，拜拜。